咱咧洗水头吼，水条足重要，因为伊有电啦。啊，像这一定破去啊，咱也向往咧洗啊，手搁落落去，啊，人搁骂落去，出大代志。条啦，唔止啊，顶管。像咱洗水头，一定会危险性。其实咱洗水头爱搁看日子呢，像热人啦，热到要死啦，这水头咧啊，往个烫到要下，寒人寒到皮皮粗啦。啊，若落雨天嘛，袂用洗。所以咱也咧洗这拢爱足注意个，啊，因为天气有诶唔捌洗，若伤热无，爬起咧到遐啊，像这遮深。这遮深着有无？啊，这若你啊拍个，他敢若戆去人载落去，因为戆个身家己也毋知啊，啊向阳佫无人通看，若落落去，这着足危险个物件。所以讲吼，咱若咧洗水头，上介好爱有一对手两个人，啊无着安全套安尼扎。吼、哦，有当时啊，咱若咧爬起来身，你啊高个，较袂咧洗个身去戆去，落落去，拢完了有一个保护作用。啊，咱若洗水头，佫一个重点足重要，你啊看像这安尼。嘿，这安尼足足更加危险啦！咱进来看这粒是啥物件，是安怎讲伊危险？啊，这粒是啥物物件？这粒雷达，这粒液面控制开关。啥物叫雷达？是因为其实雷达是伊个品牌名称，啊，做者水电师傅，因为伊个嘛足久个品牌、啊，用惯势啊，啊，所以拢会讲雷达。啊，其实这是水位控制开关啦、啊。液面控制开关。咱咧洗水头吼，这粒足重要，因为伊有电啦、啊。正常个。像这条一定叫腐蚀、腐化、风化去，正常是要有这个盖。啊，这个盖保护内底接点，这内底这接点就是咱有电锁伫遮咧控制这个水位的，这拢有电的。我让大家看一下。来，100 125。像这安尼有电着，咱咧洗水头，咱习惯性啦，拍落去，佫会想讲要落物件。啊，像这一定破去啊，咱也向往咧洗啊，手佫落落去，啊，人佫骂落去，你家想人会安怎，绝对出大代志。掉啦，唔止啊，顶悬个。嘿，今仔较好运，像即卖咧落大雨啊，咱咧洗水头的人，拜托个，唔通佫洗落啊，先停个。性命较要紧。落足大啊！真好走啊，咱讲。来，咱就若是看到这毋是迄落铺球啊的话，就爱先禁电，啊，较落去清洗较安全。啊，咱拄啊，我落去电顶甲切好，咱正个你看有电无？吼、哦、无啊，这无电啊。嘿，安尼咱即条先换起来，较落做清洁的动作。说咧，啊，这很酷。咱即马咧说，即个爱用顺时钟，用得过，咱咧说按的先较袂脱落。咱这安尼。愈色愈暗，伊袂脱落，爱愈暗。如果这个你也甲变倒变，愈色伊就愈冷，伊就开去，安尼就接触就不灵。通常用好，我会阁用电热布咧甲扎咧，风台天较袂即块阁飞去。白色就是配合咱的水位，像安尼，咱来看，咱的水要较甜较甜。咱若要看要偌甜甜，像安尼伊就甜啊。啊，你也较落，伊就落去，听滴着一声，伊就是。电烧通啊，莫得爱抽水，要看咱的水位。咱即马就是要让伊遮甜，所以咱就是白安尼第一个。再来第二粒，足侪人直接甲白落，唔是安尼哈。第二粒爱遮，撑过。你妈咪直接白啊？无安，你直接白嘛是会使。问题你若咧下个时有当烧起，拍着家己啊，较来白一粒。好 ，OK。安尼 ，OK。正多咧落雨，啊，咱水先甲漏去，啊，正有发现着，这有莫大，啊，冒太阳了。这嘛是咱咧甲漏水，咱预防伊空烧，啊，预防伊莫大去坏去。所以咱这个莫大电甲太阳能的电同款来进去。咱讲啊，哦，小乖了尔，安尼算只水是点啊土安尼尔。嘿嘿嘿，我搁捌看到迄规个内底拢卡车去，啊，这挂起个飞机内底搁有鸟啊伫内底。因为咱这吼无足太高，所以我用扫帚，用塑胶片的这個，咧拿落去无，啊那洗的时候伊就变安尼。全部土拢变安尼。嘿啊，一般咧洗这我都唔敢用油啊。咱也毋知影人个内底厝内水管哦久啊，毋知是会旧去无，还是烂去、腐去无？咱若用药落去吼，虽然家家足清气，但是管上煞甲胶破去，变做洗水台，佫爱佫兼佮做水管安尼，加等到加足废气。阮也用，有当时用粗盐啦，还是用小苏打，小块用安尼。袂当用小苏打。柠檬酸迄啦。柠檬酸你佫袂当用啊吧？咱最近起来是你来冲较清气，袂使佫会留伫内底个水管，咱用甲排烟煞清啊足好个先。较会使用，洗啦吼，这挂一定爱用较无，较袂讲风台来啦，啊是迄落去飞。
啊，若有旧的电线，我嘛拔个加强，搁较好。咱洗好啊，了漏水吼，你连漏水的一定爱先浸毛巾。我曾经把咱洗好啊，这个无限制，拄甲等一工等无水。好呀，咱这水爱记得开。水开落去，咱头拄啊近车的电吼，紧爱开，但是慢车是开的，水爱有较甜的，有到一定的水有才来开，较袂造成其他的迄个困扰。嘿，惊莫大烧的，啊，这个时间咱能承受，咱会连惊加石头啊，先收收看看，较早检查一下才会开。安慰啊，我做较好听。艰苦人啊，天公伯啊，足疼我的。